江涛来过，啊，他来干什么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刚才不是着急盯着你没签合同吗？江涛，不应该呀，他没这毛病啊。是啊，可是今天没有别人来了呀。不行，我得回去一趟，我问问江涛到底这钱是不是他拿的。你现在回去啊？啊，要关门了，师傅，我，哎，你拉什么拉？你这小动作我还看不出来吗？怎么了，师傅？您给我那1000块钱进货的钱，让我给弄丢了。丢了？爸，那钱丢了，您要想进货的话，再给1000块钱吗？你先别说话了，海波，我是一直拿你当个老实人看待的，你就别搞什么花活了。这可是1000块啊。师傅，真的是丢了。哪来这么巧呢？你跟我借1000块啊，我借给你了，但是你就不能拿钱丢了来糊弄我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觉得不划算了啊，4年白想了，想反悔了，想想进货的钱咪了。陆海波，你休想。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爸，你能不能念人点好呀？那钱是真丢了，我作证，真丢了，我们着急死了都找不出来。你要是想进货的话，再给1000块钱好不好？我明白，我明白了，海波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是这个丫头出的主意吧？啊，就知道你这事儿你干不来，温泉，你不能这么坑你爹的吧？哎，爸，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啊，这事还赖我头上了？我都跟您说了，这个钱是真的丢了，真的丢了，是不是？那要要这钱的话，您找贼要去吧。爱进货不进货，海波，这事儿咱不管了啊。休想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丫头，陆海波，我不管是谁出的主意啊，我告诉你，这笔钱你要是给我要不回来的话，第一你给我滚蛋，第二惹急了我报警，1000块这够你蹲局子的。爸爸爸，不是这样的，爸，你相信我，真丢了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呀？啊！不行，我还是得回去问问江涛，这个钱到底是不是他拿的？如果他拿的，我还能追回来，我就回。带我陪你去，好不好？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不用，你回去陪你爸爸，好吗？你回去陪吧，但是你记住了，你千万别再惹他生气了。想通了，想通了，出手了，出手了。可你这个，小哥，凑点钱不容易。你看我脸上给打的，你帮我忙，你要再为难我，我这命都就搭进去了。可你这也不够啊，虎哥。你说咱都街坊邻居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搁打人这样，我都心疼。我求你了，真的，我求你了，虎哥，要不这样，我差这些钱，你再帮我想想办法。这要是赚了钱，我2倍还给你。哥，2倍啊！强子为点钱被打成这样，你也别说2倍给我了。你欠的那点啊，我先帮你先垫着。不过这是我自己的私房钱啊。咱们先拿钱呢，拿预付款收据，过几天就去拿认购证了，行吗？行，谢谢虎哥，谢谢虎哥。